老妈，这两天在这山上找那个蕨菜，好像发现有个菌子可以吃的，那个很大一股。嗯，在那边呢。什么蘑菇？那叫什么菌呢、啊？他说，白白的。他说有这么大一堆的，不是松菌吧？我也不知道，刚刚说是什么菌子去了，一下忘记了。你看我这记性、哦。在这上面吗？嗯。你那是弯红子是在哪里？哎呀，还上去，顺着这条路走。它到这上面是吧？嗯，对。那走去看一下，还呢，估计在前面。嗯。哦，是在那个那，看那，白白的，哦。哇塞！哇，好大一朵，白色的。发现了。哇塞，好大一朵。嗯。哇，那也有一顿哦。妈妈说可以吃，来打汤喝，可好吃了。哇。能吃吗？可以吧，应该。老妈说可以吃了。嗯，那就可以吃了。有点过了。嗯。他说连着根一起。连根一起拿。哇。要小心。好大一朵。嗯，有点过了。嗯，好大一朵的。真的好大一朵。哎，这什么蘑菇啊？可以吃吗？还是在那个树上呢？那树根呢？那个，它是在那种。但是好香哦，它这种蘑菇一般都长那种干枯的树上。嗯，它而且它这里很有水分呢。对，这两天下雨。水分呢？还有没有？嗯，这应该是个林子坏了。哎，有朵林子吗？来看一下。坏了，这是林子。哦，林子。嗯，坏了呢。嗯，已经空了。哎，这里看到一朵，不知道是不是的。有点像是的，看一下啊。哎，是的。嗯。是的吗？是的，那。有点像、啊、嗯，它这是嫩的嘛，这有点带老的呢。是的，那回去看一下，问一下。哎，这蘑菇我还真的不知道，在那里都被你发现了。我是无意间发现的。你那眼睛现在可以了。哎，也只是偶尔可以。我再给你放到牙，切这种材料就咋切。这可以骑吗？两盘去呢，几条？这个是几条？七条。中七六，这一点就够了。可以几吗？这个能好几斤钱呢，就这几斤重量的。两三斤了。树上是什么？啊，地上的树多少？那树没个，那下面。记得，光天你太那种嘞，这地还滚过咯，像那个鸭蛋的、鹅蛋那种嘞，又没得粑粑，那个行不起喽。他那边大骨头嘛。嗯，这个是。这个，给我俩七个。这个可以吃饭了。烂了就算了。想飞起来了。你要吃啊？你还不能吃。小的不吃，不多掉毛哟，大长毛。阿姨让着你吧。嗯，好吃。两三斤呢，两三斤，它就同那散一样的。不吃了，不吃了。对，干啥？不知道那边能不能吃。嗯，说实话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不要吃鸡蛋，不吃。只怕就别的菌子也蛮香的。没了就没嘛，没干的。嗯。啊，我们还是不吃的。但是有点香，但不确定。那好，菌子没吃。可惜了。没吃的啊。